看台来看到忘记开台。你准备三点开台？啊？小鱼说想看啊。幺幺，我们来打叛乱。啊，看来是只有我能邀了，看一看队友。每一个能邀的这样子，每一个想做事的，每一个会做事的，我会邀啊，只是我丢给其他人而已。Yeah. 先邀第一个，紫色没有进来，他开了吗？他有开啊，开了。三、二、一 ，Ready Go！ 噔噔噔噔噔噔。这是失踪，他马上跑进来。我烂他一代啊，愁死！这是被 gank， 对耶，这里耶，打字吗？阴森阴睡觉。但小鱼神射手哎。人无去啦，自杀。伊无去啦，自杀。哦，他进来了，我听到了。叛乱。零度叛乱，要故事还是英雄？有英雄，他在哪？欸，故事模式就只能特定角色 啊，另一个就是你可以随便选角色哦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。巨人他有没有打特殊的那个啊？岩浆还是什么的？浆啊，无缺啊，你可以吗？我都可以啊，我没差啊。无缺说要带我们飞，啊，我不知道是哪个模式，好，就决定上吧。我就会上吧。我哪知道什么模式啊？干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哪一个啊？干，应该是那个中间呢。活动在哪？在这问题啊。活动的话就游乐场、捍卫命令啊。捍卫命令中间那一个吗？没有啊，都可以啊。挑战任务、捍卫命令、点指兵。零度是好像是星星会比较多一点。做大兵，对吧？没有，昨天他们玩的那个岩浆，还是那是。随机出来的活动。哦，请问你们想玩零度叛乱、制裁行动还是失控倒数？你可以每一个都玩过一次。那请问你要龙岩之地、气房强攻啊？对啊，那就是有龙岩啦。那龙岩之地啊？好，那就龙岩之地啊，够。这次是选英雄还是限定？阿哉，应该是选英雄，应该。可是他们后面没有标注选做英雄，我不知道啊，我是直接开进去的。感谢欧元，
一拳。来，你这样安娜会不会自己补不起来啊？那我是个选可以飞的。对啊。嗯，买一只不用站着的。你说弹对不对？要弹对不对？会死对不对？还好吧。嗯、真的吗？可以试试看。好啊。伤害高的，然后昨天试过那个回应，好像是复制变队友是吗？对，哎呀呀，子弹要，所以我们可以有 double 复活了，是不是？还是可以 double 老公？啊，不能再选回应了，我他妈都不知道该在选什么，这个好了啦。哎、欸，他会打受戒塔，他们会打受戒塔，没问题啊，没关系，真的哦，就反正反正受戒塔就被打掉就好了，真的哦。昨天我就说啊，我把 AI 当低能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小鱼就用那个八那个维生立场，因为他们也会打维生立场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啊，把他们两个当白痴。只知道有个人冲太前面了，他会飞啊，没办法，会飞任性。喂嘿，怎么是被人被演讲？直接变智障哎、欸，好难过、喔。嘿、欸、嘿，所以昨天用半杖打这其实还算可以。半杖这个。不敢拉。拉会死哦！说出比较好的是谁？嗯，蒂娜吧。他、啊、有开过麦吗？他打字。你看他不反驳。不要死对不对？来。哎哎哎哎哎哎！冷静。这个不是，这里是封闭现场。没办法往上飞啊！电栓。我看这边怎么放啊？对，不好飞，都这样我走。你大大在哪？为什么没看到他？天上吧。我就天上找不到他。他下来了。眼睛有点大。哦，你下来了。只要些许代价。有感非常开阔呢。哇！嘎！去！还好有侧门。走啦！
人跟小鱼两个人在玩啊，就是闪光嘛，就是走故事模式的闪光，从头到尾都没有踩在点里面过，我气死了。啊！又被打掉了，哭啊！哎、欸，你开屏障的时候是我可以掏出小枪的时候。屏障是可以。水。我要站在车上，小鱼是站在那边啊，我这里啊也是可以的。我还是站在车上会比较安全，也比较好补人。切个机兵哪里薄啊，硬得要命，很硬啊。他说很薄150吧。我一个麦卡利的 highlight 就是打切割机兵上 highlight、啊。你这么不惜耶、欸？你可以做事吗？好，做事了，做事了。啊，就不清小兵了。好。就要死了！他怎么会在上面呢、啊？大爆！哎，有小兵！躲开！我在钩子也可以，可以啊，可是我钩过了。老米啊！请问队友你们怎么了 ？Hello， 那个龙岩有一点点啊，有那个龙岩有点靠近啊。一转头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嗯。那罗也有点太靠近了，花不花的？猪真的不行啊，跑不起来。那个龙岩真的有一点点烫，烫死了。所以枪控也不行。哎、欸，如果拿小美，不行，小美速度不行，小美速度太差，打不死。你赶快下班来玩呐、啊！啊，对，我还没叫我的午餐。你的麦当劳？对，我的。然后我用手机叫好了。再来一次。不是啊，八 T 不适合啊。刚刚只剩奶子，只剩可以强化，我不能被强化。哎，我的右键可以被强化吗？八弟吗？真的要八弟吗？可是你要想哦，你八弟要配一个补啊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我来。好，我昨天这个也试过了。是啊、哦，连虚弱都不行哦。虚弱很无感，很无感，超无感。王权王一定早死嘛？王权王他都不推得动吗？啊，他找高伤害的。安息吗？哦，我这边有头可以爆吗？那我一定要上了，干！我怕直升队就爆毙了。
信我师父没用。小鱼说：“难道他才是输出里面高的？”没有，我们昨天三保一耶，我们昨天三个补保一个，保一个老狙。哇操，硬伤哎，这是毕业最嚣张。那个你至少也让我飞一下吧。啊，对对，死了。没关系，一只会自补的可以，可以、好过一点。啊！我的炸弹爆了！我炸弹被银浆烫爆了！完了，救不得！啊，去太烂了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我靠！三浦一老口。嗯，那我打这个小房间的好了。我是还好，我还没伤及本源，我还没伤及根本是还好，我有150可以自己回的。啊，我都可以干嘛了？对，你可以先去。我在牵他缆线，你可以先点餐。哦，好，我一边按着右键一边点餐。那我看看，你可以不用左右，你走左键啊，我可以自己补啊。所以我在右键啊。我给你续补的啊，你这可以自己补啊。哇，直接这一条通路，小子快死了！不是哦，我从刚刚155滴血没人理我哦。还真没几个掩体的哭啊。嗯。我现在觉得我要叫中分还是大分？中分，大分啊！你不要吃豪华点。对啊，领钱了呢。那领钱吃豪华点啊！麦当劳叫大分啊！那就开大，然后挂车。你这就被打下来了，我跟你讲。没事啊，现在还是没事的。真的就不好说了。换个位置。上帝哥本拉哭啊！为什么三颗的人可以出现啊？奇怪。为什么星辰你可以出现啊？等一下，阿花为什么可以出现啊？阿星，不要哭了。嗯，我要不要叫多一个冰淇淋呢？要不要呢？啊，我吃不完呀、啊。冰淇淋可以冰在冰箱啊，那不是问题啊。没错啦。那这饮料你要不要马上喝完？还有芒果哎、欸。芒果冰沙，哎呦。芒果金冰的，不是，芒果我把芒果冰冰，芒果冰对，不对，芒果冰淇淋啊，应该叫是冰还是不是？我在想我要叫芒果的还是叫 Oreo 的？都叫啊，想什么犹豫？它很大呢，笨。你是说我的大吗？不会啊，我在天上飞，他们都不会理我。他说的是那个吧，教主的吧？不行，现在走出去也没事。哦，我自己回。大不会被打掉、啊？对耶，我的大嘞。
你试试看啊，麦正试试看嘛。反正你回，反正你回很快。我觉得你可以进房间开大，看你不然我会被标靶。啊小鱼，你觉得我要叫芒果呢，还是叫 Oreo 呢？会打我。哦哦哦哦哦哦，会打。我打会打。他们是没头啊！哦，我看到了。那去炸去哪了？你这个炸很危险的，那个风刀包那个机兵，打，搞这种死角，打，我打。他刚好在那个烟，他的烟管那里，我真打不到。有托的干爹吗？我哥，尬车，不要尬我。所以我到底要叫芒果还是奥利奥呢？还是 Oreo 呢？啊，不然这样好了啦，你帮你自己叫一份芒果，帮我叫一份欧瑞哦，谢谢。送过去最好是还、啊、他还存活了。我叫他芒果了，好了，没有。欸，不对啊，他芒果不是芒果冰。他为什么明明写的名字是芒果冰淇淋，可是他图案不是芒果冰？有够奇怪。你问他们。让我叫欧瑞的。对啊，最急了。好，用银行卡付款。好，点下去。哦不，我这摊叫了差不多30多块。动起来，谢谢各位。欺负啊！打！拉血！没有了，我刚刚要把 B 也干掉。来了，两个 B 雷的。右边小兵。啊，不是，开太高了。好，在这边。啊！哇干！哦。哪里啊？哦，看到了，在那边。哭啊！那我那个小角落好安全哦。看到 B 的不被打到。艾琳，你没有移吗？艾琳。还没有，还在基地。你好硬哦！还在基地啊！看来缺个台。那他们前面有一个盾。对啊，我选那个。所以我们需要两斧一坦一输出。我选欧瑞莎。好过分！那个盾还要打破才可以打到基那个壁。所以为什么星辰你在？我真的很好奇这一点。哦，他会不会出事？什么东西会不会出事？啊，我打，会不会出事？啊。
看着苏菲娜跟自己找吃的，我在思考。瑞和尚没问题啊，和尚没问题啊，只是刚刚说不该开大的，但是太早开了。各位祝好运。零度象限在国王大道设置了三座。所以那些狗到底有没有头可以爆啊？我很好奇。头没有，切割兵我找不到他头在哪里。我们考虑一下。他不是在头上吗？对啊，他其实我用麦卡利打会叮叮叮哎、欸，不是你那个。地雷不是没有爆那个吗、啊？变成那个炮台的时候没有爆头盘钉。有啊，变成炮台有啊，头那个还是有。地雷是有头的。因为头变的头会缩到那个后面去，所以你要爆它头。所以你慢慢的走到那个后面。不是说它变成这样子不能爆别人头啊？哦，这個、可以吧？不行，可以。哦，可以了哦。可我因为刚刚那颗，那颗大的炸弹，我有打到他的头部。啊，可是我不知道打玩家可不可以。打玩家可以吧？因为他子弹本来就很飘啊，你不太可能很精准的打到。有啊，要叮叮叮哎、欸！那我不一定要跟西点算了。我以为你们是说那个切割兵，切割兵我是真的找不到他。我切割兵他爆不了头，除非他在后面，因为我都打前面哦。因为我也都打前面，然后我昨天玩，我想刚刚玩那个回音呢、啊，回音也打不到。有那么大哦！你是不是换了个造型？是。你是抽到？我换的跟他们一样的造型。对，要见底。见底啊！我以为沙溢有这么大吗？蛮大的啊，基本因为他本身就蛮大的，他要把自己盖住、嗯。可是这个好像跟平常看的不太一样。对啊，这好像特别大呢。变大哎、欸！他好像变，而且变。它变得半圆，哎、欸，之前是半圆吗？不是啊，之前大概四分之一而已吧，还是模式的，啊、应该是这模式的吧。如果这模式，请把坦克的盾削的厚一点，谢谢。哎呀，师傅啊！不玩露西，我不喜欢露西，输出不够。熟了。是说玩汉影有没有用？没有吧。没输出啊，这样。很难退友，想害什么？害你输出蛮够的啊。如果可以帮那个入侵系统弄快一点，我应该蛮开心的啦。还是说还有害影可以把他们停止动作吗？对啊，害影可以害快一点吗？他屏障会痛啊？欸、会耶、欸！那岩浆上会痛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！
躲完我的安全小角落了。你的安全小角落是哪里？这里啊，那时候那边的壁人就中，就你们三个都趴了就走。那個、对面吗？好像可以，那都不会补得到。等下吃太多了吧？等下。本来这么多吗？我怎么没想？还是选的某些角色会增加难度啊？是这样吗？不会吧？可是我说法太过分了吧？不知道右边的狗去哪了，可是这边右边不是出两只狗？为什么感觉真的变难的？对啊，怎么变那么难？还是有一个弹出来，它就变得比较难一点。没有把速度变低了，有输哎。我们少了一只炸弹鼠哦。地是哪？是的，是的，是。我如果真的少一坦的话，难度变低的话，那我那天半张好像真的是，我觉得半张那时候玩起来比较好玩。我没空换弹。好了你。是我独家的记忆，好像不太对，等一下。右边壁垒，右边有两只那个小犄角，那个机兵。这个机票还是没有好、哦。师傅啊，师傅啊，好了，爆了，爆、欸、了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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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41%，看看几趴吧。41%有办法吗？可以啊，5%。当然我们走过去车子好像不会烫，好厉害的。后面那个机兵切个。刚不是有听到壁垒？在前面。来了。那不合理，看到了。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后面。
后面，后面爆炸哦！还剩下29%。哎、欸，前面切个金啊！我死角。后面，右边，左边，左边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避雷。切割多。我听到避雷声。这边有避雷哦。哪里啊？后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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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后面。谁？阿里，你要的是补血。那还是避雷哦，记得。好。有。后面应该是从后面。对，后面。切个冰哦，左边、右边。也在我们车旁边，也在我们车旁边。还有17%，可以啊。没有啊，这个爆完就没了，这台车就没用了。然后小鱼爆完这台车就没用了。小鱼曾经在这边骂过脏话，因为你们爆炸了吗？对，骂超大声的。你怎么又跑进去啦？我要给他一个五连珠的。先走右边，走右边，走右边那个。没有跟紫色说啦。我听到后面有避雷来的声音。嗯，你不要听了，真的有。真的有雷干。我左我右。摩瑞莎跟避雷大战现在这情况。我觉得前面右边有一只避雷。对。右边好像有一只。对，我圈那边有一，应该有一只。没有啊，我是走进来了，它在里面没有、啊。我听到的声音是在右边来啊。对啊，是在右边啊，是在那边的右边啊，干。应该不会回血吧？应该不至于吧？那我不会到这很爽，一直暴走。加角度对了的话，哦，不要搞我！小鱼过了，小鱼。哦，过了。小鱼傻眼，那很希望我们不要过，很希望我们不要过。为什么你们可以过？妈的！没事。
次啦，让你玩机兵。三星，等你下班，陪你过。干嘛？啊、哦，这关好难。弹力皮，再来有个气手强攻啦，生命值降低，伤害提高，还是要敌方无敌屏障。什么无敌屏障是什么？然后无敌屏障是什么？是敌方无敌屏障吗？啊，敌方就一样是零度判断，一个是生命值降低，伤害提高，啊，一个是就我们的生命值降低，可是造成伤害提高，然后一个是对方有无敌屏障。请问那个无敌屏障，我们是只能绕他后面打的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你要去玩制裁行动？好啊，只有爆头可以造成伤害。好啊，好啊，爆头，我，哎、欸，他这边有三个啦，制裁行动有三个啦，一个是爆头才能造成伤害，一个是要在附近才可以造成伤害，还、啊、一个要造成伤害之后会补其他的敌人。好快乐，一个一个玩下去啊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爆头啊。那就先爆头！哇靠！爆头啊！精准勾击哦！哦天！哎，这才可以爆，那怎么爆头？那怎么不能玩七六？哎，七六不行，就开大就爆了耶！夺命你！半战夺命，和尚也可以啊，和尚爆头了。刺身，等他现在开下去，怎么可以爆头的？莱因哈特怎么废掉？哎、欸，不能爆头、欸，不能爆头都被砍掉。对啊。哦。对啊，你看碧野其实是爆不了头的、啊。对。哇，不能爆头都被别的，好棒哦。好屌。我想说莱因被废掉。啊，亮亮的。睡觉了，各位。锤杀。在思考。不知道。不要，他大招没有用。啊，不是他大招。你要大招有用的，莱因嘛，大招好像没用。不行，莱因大招没有用啊，莱因又不能爆头。对啊，那托比啊，托比啊，大招。那这个点头，你托比啊也废掉了。好了，补血了啦。只有爆头。妈，你吴雪，你刚刚可以拔地啊，拔地爆头也好大，好棒、啊。看我超亮。你那个不是那个的造型、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好像对啊，不是那个什么2019什么赛季。我可以把它转吗？我转好像应该学、欸。你看这盾就变得，哎、欸，一样哎、欸。没有，一样是那个一样宽、欸。一样啊，它是不是变了？应该改过了。我是应该选莫伊拉才对。莫伊拉好像不能。不能选啊！不能选啊！不能选哦。那他们也只能抱我们头这样才对啊。哇，你免疫晕眩了。一血没他爆头啊！一血没他爆头啊！怎么了？完全没有问题。哇，玩这个爆头率一定是100%，因为只能爆头。不好意思，中子弹，中子弹，中子弹。在玩完这个之前，我的外送能送达吗？他这里写到10到20分钟了。这是在玩爆头率的，好累啊！他这个破门也太久了吧？你看小鱼昨天就很生气，说：“妈的，我一脚就可以把他踹爆了。”我说：“嗯。”哎、欸，那个我们也是啊，那个到后面那个一点点的时候，都说一脚可以踹爆了。把他转啊！有人到吗？有人吗？在这问题。嘿，哥哥好像没锁到哎、欸。快破完了。啊！你的大绝不会锁到哦。对，因为他是大头，不是打头的。嗯，对，这样子我玩原式的话，能玩飞镖哎、欸，哭吧。对啊。有谁大招？有谁大招可以打头啊？刚才，谁大招可以打头？这个要爆火，等一下。
来啦，看他砍谁啦，我们那边有点。砍我，砍我，砍我！刺客头在哪？我觉得我们被刺客搞爆哎、欸。那顶多分数很低而已。搞我，搞我，搞我！不搞我！他在搞我。请问刺客趴了没啊？还没。这里能出去了，走吧。我可以弹吗？我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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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弹不到。啊！他头，我打不到他的头。他真的不理我哎、欸！一个刺客杀三个哎、欸，好难打哦。他打在前面不理我哎、欸，左边。可以请士兵不要动吗？他可以被打一枪之后，不要往后动一下。狙击手，狙击手要爆头，爆一个头。哦，好像很好打，因为狙击兵不会动。那其实不管星级啊，我们是可以直接冲到那个撤离。撤离。撤离点。你说直接冲吗？理论上。冲过去啊！理论上是不行的、啊。可以吗？没有到吗？没有，用不到。没有用啊！没有用。完了，那里面最有用的大招好像是……没有啊，没有了。但大招杀的、啊，大招都被爆上的、啊，那种功能型的，输出系大招都没有用了耶，哭了。对，那巴蒂谁在堵我啊？巴蒂真的很有用啊！对，巴蒂就很有用。有，大大秒你，不是你，这只强化兵怎么说在这里的？他们搭船过来的，看到吗？这个模式玩起来蛮爽的，你就听得到那个爆头声音。因为你只听得到爆头声音，叮叮叮叮。我也想感受一下爆头，又瞄那个狙击手。要求怎么瞬间残血？他不是没用吗？我开一开啊！他想说我机好大了。没有，他只是装子弹有没有？好像也可以。哎、欸，开大是直接装子弹啊？可以。开完大就会、那個、要看。哎、欸，像有时候那个打人的时候，可以那个打一打，然后开大马上放掉的話。哎、欸，撞我撞我撞我撞！他不撞我哎、欸，他哎、欸、会绕开我哎、欸。你玩 Shift 吗？会不会他们要扑你啊？没有。你带。尴尬。为什么我能复活两？嗯？你死过吗？没有。我是连复活呢，还是刚刚？哎、拜托，扑我。这个刺客可以把我玩死哎、欸，实质意义上。哎、欸，终于我了！哎、啊！等下大猩猩哎、欸。他会跳吗？他不会跳就有好弹。跳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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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！哎，你不要再拿小枪了，补血。拿小枪没屁用。直接被干爆。我那边有点危险。
哭啊！哭啊！你不是，那你要么就飞来飞飞来飞去，我不知道你干嘛。你要么就直接躲，要么就还是回来回来。我一还在基地呀。是啦，站一起比较快啦。复活，或是站一起的，站这个等级就可以摆复活啦。没错，就看他飞过来飞过去，飞快飞过去，一个也没复活到，还是有复活成功一个好吗？那不算呢、啊，你知道我刚刚查，我现在在看画面哦、喔。你说直播的延迟吗？对，现在在看你一直飞过来飞过去，他就飞过去了，然后只是然后叫着飞死掉了，你又飞回来了。对，艾莉在。噔噔噔，还有什么？啊，失控到哦，我这截图比较快，我觉得。不是、啊，我说还有什么角色适合这个模式？或者我们可以换个模式？对呀、啊。我在看失控倒数的，血月猎杀只能使用攻击英雄，造成伤害可以恢复生命。哦。打就对了。真的，一个血月猎杀，然后一个那个失控风暴。会狂暴，呵呵，不知道狂暴会怎样了、啊。我强化你了，你懂吗？看海，这是些必要哎、欸。他是集三将，他们狂暴方法会扩散哎、欸，所以说，你要选哪一个？都可以啊，有箱子就赶快拿。哇，血月看看吧，血月要不要简单？出出脚来，他都算出出脚吧，给个机会啊。他是说没有辅助脚，他是说只能选攻击脚啊。我不知道蓝衣他都算攻击还是算坦克。莫伊拉是攻击脚啊。血月猎杀这个是打就对了，打人会补血。哇，哭啊！哇，只能输出哎、欸，哇哦！等下，那托比昂的炮台会吸血吗？又打了，会吸在本尊身上啊！先选一点那种，召唤你劳工兵吗？召唤你，不是你不是选这种角色，那选一只可以吸血的角色啊！给你啊！其实七点我不错了，七点可以，没有他治疗效果降低。是啊，那你不是更低了？他是治疗效果降低，可是伤害也会回血啊，所以应该是为了那副 G 六吧。炮塔会回血，哇，有炮，确实，如果靠背。不是、欸，你可以不要一直翻滚跳吗？我炮台不会回血，我刚才做梦。对，不会回血。强化兵还是比较硬扛好了。他爆头不是吗？他拿散弹不是吗？对，拿散弹啊，说他可以，我可以回血给他拼了。没有，他打着他一枪125，干你娘，两下拍，没人可以超过一枪150。所以那个炮台不会回血。嗯。有刺客、啊！啊！鲍勃也不会回血，扑啊！被扑啦！那、啊、怎么是刚好在我的？
被穿了一半。啊，奥博也不嘻嘻。强化兵 ，Oh no！ 还好、啊、你那只有盾，你变好了。你那只有蓝的，应该是位置一回，应该是还好。哇，看一下 tab， 哇，输出15。你知道要怎么对付强化兵了、嗯？掏出你的少界塔就对了，他最先打他。啊，艾希还吸得起。只是哎，无限死神血有比较回，有比较早吗？我看不出，我都不知道他一开始回多少了。所以我才跟你说，我的到底有回多少哎、欸？哇，怎么也这么硬，真的很难打。不用。还有哦，好，还有，哎呀，救我！来了，我来了，啊！那狙击手解决了吗？都死了。对。嘿，你是说哪个？如果是跟远方的干掉了。远方的，对啊。是说这里会有那个机枪兵吗？我听完好像没有哎、欸。那就是其他石头。我上强化兵。艾琳啊，你知道这东西是拿来挡机枪兵用的吗？好啊、哦。它蛮快的、啊，现在那个这个。阿普谁？阿普不知道，大大。他怎么？啊！哎哎哎哎，这不好了！我刚刚就看他的手，他不会停的吗？我刚刚也是看他也在就追我跟你啊，我就说他那在追谁？他是我在 shift 啊，我就看他追上去左上角啊。不是，因为我原本以为是他冲一段距离而已，就好像没有，好像不止一段距离。重装主兵，哪边啊？边。他说什么兵？重装主骑兵。这里啊。哎、欸。鲍勃，帮我挡一下，鲍勃。鲍勃根本不会挡啊。他们根本没打鲍勃啊。而且他们还会穿过鲍勃在那边打人。对，等一下，是鲍勃不能当肉盾是不是？鲍勃是空气。我原本想说，鲍勃挡着他应该不会受伤，屁啦！啊？我知道这个有人可以补血吗？为什么？补不了。没有补血，吃子弹。你可以，我去吃别人子弹是打禁忌。
狙击。哎呦！啊！还好你死在这。我头发是狙击克星的干，我可以过去他们就掏小枪了。这台车有点丰富哎、欸，刺客哦，啊扑！哦不是狙，哦我想扑我的炮台干嘛？等一下，你们人怎么全死了？因为后面有一只小花兵。万江先这样子就对了。二位快死了。随时有在。无血的。我们这个模式是比较简单，速速决吧，还是还没嗨起来？要嗨了。还没嗨起来。重型金甲，我记得还有一个要来了。几块钱鸡蛋啊？你这有点浪费哦。没关系，大招应该快。刺客。哇！哎，他打我。够大！我叫了一个帮忙了。我复活了，我复活了，我复活了，复活了！笑死！我可以，错好不好？他干嘛？他干嘛？他干嘛？帮我！帮我！帮我！我是神的！妈呀，八滴耶！这是强化骑兵，哭啊！小心一点哦，后面有强化兵哦，屁股后有强化兵哦。不要阻止我复活！那重击快死了！我知道。不是莱伊哈特吗？他还会催人哦。他会。你看，他那个话说太早。对吧？你话说太早了啦。我被嗨起来了呢。我在看阿姨的三黑跟他的击杀数，我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大概是捡来的吧。没事，好像也很低，我应该要换一只。要改76吗？76会回血，不过76伤害够吗？你把它锁下去就够了、啊，是可以啊。我改76了，可因为76怕那个啦，打重装不知道那个钓鱼。出奖，打重装的，那个人选七，你玩劳工啊？哎、欸，劳工打炮塔是炮塔会回血还是自己会回血？炮塔不会回，你也不会回，炮塔就不会死的那么惨了好吗？有屁用！我刚才不会死那么惨了。76呢？还是麦卡利呢？76好。
好，晚安，小雨，快睡，快睡。那叫七六补血应该能用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治疗效果降低而已。那我是不是可以？可以，我刚才在想。对，我也在想。那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行。哇、哦，好难选哦。哎、欸，这个不行啊。会回血的。不一定要会回血啊。啊，这个啦。啊，这个啦。你觉得是不是够好？应该够吧。我玩看嘛。你干嘛来着啊？打不到了，还是可以回血。我又不是。走杀！显然很不适合呢。嗯，显然很不适合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变冰块也可以救人。对，我就是发现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我刚好结束之前可以刚好复活。你这个输出是不够的，七六回血，我们自己回去啊。你那好低哦，你那一次只补一吗？一，一，很爆哎！它是一格一格这样子慢慢回，打了标识机啊，一像素哦。刺客。对不起啊！哎、欸，这个战术锁定，嗯，没人了，好像没人了。没有，刚刚龙把飞船里面的人吞掉三只。原来哦，你是龙冠飞船。对，然后试试看，真的有用。哎、欸，不要把那个强化兵打飞了。打飞了才可以让他子弹偏掉啊，才不想被打。可是我可以直接偏他。都只是不太能打强化兵了。嗯，我在思考那个重击出来的时候，我 Q 是不是可以把它冻着？你试试看啊，没玩过。你可以先试试看那个啊，刺客。刺客算了吧，刺客有点难。哎、欸，刺客牺牲，而且、啊、刺客牺牲一个人可以把他杀死，所以没关系。重击可能会直接把全部人都牺牲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突然转头啊，很痛。哎、欸，什么？你们这边怎么救？哦，想说我死在上面不是吗？欸、你可以不要当七六吗？哎、欸，哇，我差一点点。哇，这个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对啊，看是拳王不太行。哇，拳王不太 OK。对啊，我想问一下，那个生存能力最强，我们里面生存能力最强小美怎么死那么快？你要问他。因为被狙击瞄准了。你的 shift 哇，2000多伤害，你怎么了？那个强化兵，他真的好痛，直接就冲过去，然后一个闪。我外送快到了，你们要不要等我一下？等你啊。可以啊。快到了。他
太痛，你知道吗？我冲过去就直接一发在我脸上，所以就说你不太适合打全化兵，会爆开。打狙击还可以，狙击我如果跟他近战，他又变成拿一把小枪出来打，打狙击倒还可以。我好饿。你好饿，我还没吃的，还没吃饭，不用吃的，晚餐。还是其实有饭，我只没看到，我就吵架。啊？哎呀，还是啊。这个这次的《Howie Meeting》的造型没有闹。很可爱安。看起来他在我家不？哦，他到了。好，我去拿。嗯。看有没有海带？好吧，只能拿我旁边的饼干来吃了。什么？刚刚打的模式都没有 highlight， 这只有岩浆的模式。其他模式都没有赢啊！我们烂 highlight， 真的很烂哎、欸。炸弹组也没有赢。我要吓到！我攻击角可以玩。啊，是不是早死啊？跟小鱼说，小鱼好好玩哦，打怪会吸血，好希望你也可以玩哦。现在，嗯，不要逼我，你是想打不要逼我？不要八八八！好，我拿回来了。嗨，嗨。其实我觉得你们一开始也可以先进去，最多是要等我选角而已。哦，这个封面可爱，对啊，不是我画的哦。作者今天没来看他。人是有救吗？好像没救。想试试看。好。那刺客交给你了。刺客不是我的问题吧？没有啊，都是忍者。用忍者的上吧。对嘎。刺客晕他有没有？对耶，如果是刺客的话，那我飞起来那种的无敌那些小技能，他，我来跳给你看。把你抓起来，直接让你对。我刚刚会，我刚刚在平台上，就是怕刺客来扑我，才在平台上，然后就被狙击狙死。你说那个 hunter 吗？对啊。好，输出高一点的，好了，
我放个夹子，我看他会不会踩到。在你脚底下吗？哎、欸，这样你死掉会不会有炸弹、啊、不会吗？应该会有。刚刚龙岩的时候有啊。我想吃个麦香鱼。强化兵会被晕哎、欸，会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在那边？好危险！你说谁？你。好，我打到人了、啊，没问题啊。打完了啊。危险！你剩多少滴啊？53。哎、欸，又见，又见没？首先，你们不要抢走我的补血的目标，像是冰起来的吗？步兵，强化兵你们可以去打，步兵留给我，谢谢。啊！尊贵逃喽！两太低了，无法。那、啊、你变成冰块一块一滴一滴在里面吗？速度至少比76快一点。要不要等你？我是在看他的正在连下整的。哎、欸，断了！哎、欸，你们两个都断了、欸。不会，斗阵维修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出现什么伺服器断线，而不是鱼死什么之类的。好，再连连看。目前无法登录，因为昨天应该说半夜是 Diablo 2重置更新那个、啊、上架，哎、欸，进来了，可以哦，我进来了，好，只是我在外面，你们呢？都在外面，你可以加入游戏看看，能加入啊？有，哎、欸，可以，正在加入对战，正在观战，阿瓦纳。哎、啊，我在观战呢、欸，你们加油！我幸运你们同在。打开要闯开。所以你们是二打一，二打二，两个打四个人关卡哦，快乐，快乐，超快乐。像这样敌人会不会少一点点？一半的血吗？哦，搞不好士气大增。他们这两个打死他们。我的伤好重。别放弃，快站起来。哇！来了，刺客要来了。我们现在在尝试能打到哪里吗？看你们啊！我就可以吃东西。啊，我也想吃东西，为什么我没有断线？你有觉得变少吗？我觉得没有。没有。我都开大，你为什么要开大？我想试试看能不能。有死掉吗？我觉得艾琳娜比起右键，你直接按他的那個攻击比较实际，吸比较多血。有吗？欸、有哎、欸。你左键吸的比较快哎、欸，艾琳。左键吸的比较快、啊。啊，这样只剩画面好了，活不了久。我要看狙击兵在头上，一直狙他。狙击兵在看你。他现在不敢走出来。那狙击兵在左上角在看他。狙击兵下来了，他走下来了，他用近战了。他开瞄了、欸你。你开大的话会补血吗？会。哦。所以我开大基本上可以吸到满血。哦，也是哈，开大不吸血的好像有点过分。我刚刚是意外啊，你的弹性。我刚去把无缺叫回来啊。啊，你说你离开就叫我是不是？
我们把你抓回来。为什么是离开团队？谁？你？我少了一个队友。这家伙，我以为我断线的那个不断了，抱歉。我去把吴缺抓回来。吴缺啊，所以你吃麦香鱼、喔？对啊。有人是来一起，早就听到麦香鱼。那你要吃了吗？那我还没用角色。张云是可以耶。我刚玩的角色我都没印象，很尬。好，我玩炸弹鼠。嗨，两口麦香鱼。我是左杰。没有，我没一直说，我刚只说了一次，然后就没了。追上去吗？那我换个说法，我在吃汉堡。好。后面后面啊！可以不要扭身体。我的 shift 可以撑到一个人复活，所以我只要需要复活人，我就站在那边 shift 就对了。靠腰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被散弹枪正中。好酷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多强化兵了。哎、欸，你明明在我圈上面，你跳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踩中间子吗？选个中间站好不好？我在隔壁啊，刺客。我赢到他了，可以赢，可以赢，这个可以贏。我突然忘记了我的E。他踩到夹子了，他踩到夹子。不用他踩到夹子吧？我要开门了，大家小心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我的血有点残，是不是一下好了？请问你是在把我当坦克、墙壁吗？那现在小美是坦克啊，没问题啊。可是我的 shift 的不是随时都有啊，还是要点时间啊。那小美是坦克啊，你忘记了吗？我实验室模式。完美的坦克。你们那一群人在上面是怎样？这一次也最好啊！发现了小美 shift 的用处。在哪里？不要再瞄了！不要再瞄了！我靠！他怎么边跳边瞄？狙击兵脚下。我忍者挂了、啊，没礼貌。我刚刚
比如中间只是在那边复活你们两个。狙击真那么痛？超痛啊！而且是瞄着的耶。后面刺客，后面刺客，刺客是。这刺客血好厚，刚刚秒好久。哎，大金刚，大金刚。啊、哎，等他，让他过来，让他过来，我冰他。他在哪里？哇，没扣血。我在等他过来。哎，刚刚想追我。我妈有用吗？有哎、欸。有。喊他，喊他。爆头，爆头，爆头，爆头。我砍了好多刀，不行。我冰他，我冰他，我冰他，接下来好好了。我刚刚，你知道他刚刚打扫了我，我一定要先赶快把大招丢出去回血，好痛！我原本把想说把手刀死，有一点困难。这个就是按着舒福特莱因哈特的结果。可是召战也会有那个有回血，有回血，会会。叫到伤害就有啊。对对，我一看，反正一招架，他马上就回血。你怎么看得到我回血？我有看那个血条。我没有开血条啊。哦。队友血条啊。啊不是，你要不要瞄啊？瞄那么久。因为这还两是补士才有血条嘛，那个。那个我也可以开那个，有一个设定是显示队友血哦。你怎么看到？看得到啊。我怎么看到？模组有装啊，没问题的。模组有装。我整理包包啊。哎、欸，无趣。为什么死了只剩你？你为什么乱战？刺客，刺客。他朝发星冲过去了，真的假的？我走，真的，好，我走，他好像朝你冲过去，我走，我走。哎、欸，掉了，有强化兵在那边，没遭到，他找我，完了，哈哈哈，啊，一只强化兵加刺客，结果。警员是没什么用，除了招架没什么用，除了招架。对，艾琳怎么死？他被强化兵。对，除了我之外，你们都是被强化兵啊。我在救艾琳。
然后全部死在同一个地方。想要分上复活都不行。哎呀，这好丑的拳王造型。好久没试过夺命女，你跟对面夺命对狙，你是爆输的哦，血量就输爆了。就可以啊，避雨嘞。他这样子避雷自补，血量会怎样回？啊，正扫完避雷，右键。哦。我这有两个强化兵，救我！一左一右各强化兵。你可以吃东西了，赶快，现在。对，我在吃。Hello， 打下强化兵了，可以救我了。来了，我来了。哦不，我不能吃了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把一个人空白键有没有感觉输出，你就可以打了。我先走了，各位。我要只剩啊！我感受到有人想开弹了，我就死掉了。我要开弹回去。回很少吗？好少哦！是我看你血条几乎没有在动。啊，就是一滴一滴一滴。不是还有 CD 哎、欸，好哭的。有 CD 吗？有，那个一样是要累积的。哦，对哈，太久没玩避雷了。其实反而不好用。为什么站的位置刚好有狙击兵？啊，狙击兵一直都会出现在这一边啊。对啊，没有武轩原本在武轩那边也会出啊，结果他刚出现在我后面。第二波吧，不是吗？还是武轩也杀掉了？我记得有一个是出现在这啊。反正我觉得应该说每个地方都会出现一个，只是第几次出吧，大概是。
跟新的一样。有刺客，刺客刚好扑我。看他进，我看到贴脸的啊，来不及休克啊！不是，我现在有这个位置也是很开心，因为你走过去直接强化兵，转角哎，转角我就来不及贴，而且还两只强化兵哎，好嗨哦！你知道我就看到了，然后我要 shift 了，来不及 shift 才刚丢出去，我还没来不及按右键。苦啊，从外面进火啊！他来了是不是？来了来了。等他转过来，我就。我哭啊！好有为啊！哦，我死。打强化兵，哇！哇！这场扣场一定不够多，哈哈哈哈哈！那麦卡利闪光弹蛮快的，阿佩小美刚好小美冰冻起来，那还闪光弹差不多又好，就可以轮流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刚开大哎、欸，开大不是有皇家吗？直接被打死哎、欸！你现在也有不是吗？那有啊，可是我刚刚快死掉，马上开大、啊，然后就皇家，然后就死了。要不要趁现在补一下血？好。哦，看到了，屏幕上面的血，能量条。我是不是要死在下面，你才救得到？不会不会不会，他会自己下来。啊，好险吸血！在哪里？哦，在那边。然后那边还有一个。一袋。对，好熟悉哦，等等，刺客，阿草，踩到夹子了他，啊，强化兵在后面啊，哭啊！我就说这边很熟悉嘛，你看。是有一个会飞，我到时候还扣给他。快快有大招，那个那只机甲不要这样快出。不会，还不会。好，我有大，我有大了，你可以出了。啊、不行、啊，我没大。他为什么要看我？直接炸了。
出来思考我能不能就是嗯能不能就是冰墙把他们的路给门给挡起来，好像不可以。他冲去下面了。他踩夹子吗？对。那个他心里后面三花兵。又一次吃了。好像守什么？把这个朋友包上去啊！那到你一直被打。我知道，我觉得我要先来来来来。来我可以爆头吗？然后我干嘛啦？艾琳，你后面一只哦，艾琳。哦，他看艾琳。哇！艾琳，快冰墙！艾琳先躲，你先躲，你先。可以吗？太倒 shift 了，好像变很慢啊！啊，不行，个人好像变很慢呢、欸。对，他变慢了。没有人踩在圈圈内啊。知道。法拉也不太 OK。没事。哇，你伤害也很高哎、欸。很高啊，可是，我发现他打那只机甲的用途就偏低了。好、啊，来一场吧。模式好难啊！跟他拼的。我看小鱼说要下班。小鱼说要下班了。一个上班，一个下班。我没试过的，蓝光就算了吧。这个要试试看吗？好，我来试试看。哎、欸，他隐形不知道可不可以站那个？救人是不是？对啊，不确定。僵尸是不是有点 OP？ 那应该派影给那个艾琳玩吧，挂着吃饭呢、欸。不是啊，我觉得应该是不行啊，不然的话。害你今天能站点。如果这里来看的话，那艾琳那个 shift 没问题、啊，就小美的没问题啊。那可是害你站点的话，他一定要现行才能站点、啊。对啊，不跟你要现行才能复活人一样啊。对啊。啊，你试试看。好，反正害你输出应该够，只要不要遇到强化。我选那次，我很好奇阻挡算是直接拉血吧？那的话我可以回血吗？你可以试试看害那个重装甲。我记得他就是不会攻击的。然后就我冰冻完了之后再来害他。不能害，不能害，不能害，不能害。哇！也可能他们只是一般啊，也许那些特种才可以害啊。直接出车祸！不能，看来没办法。他前面比较快，后面比较慢吗？好像越后面越慢复活，还是看复活次数的。哎、欸，有道理哦。
逃出我的双眼。他们封锁了这个地方，我们的卫星收不到讯号，你们千万要小心。不是啦，我直接输了，我看不到他。妈妈，太多了，两个强化兵，一个狙击兵在打我啊！真的好快，哇！不行，我们先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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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出事了，阿贝！怎么后面还？哦，死越多次，复活越久啦。老居提供，感谢老居赞助。不算。应该可以，三影的伤害还 OK。嗯。只是他不能害人。我要那只机枪兵可不可以啊？因为还没打到金剑兵。艾琳，快吃！快吃了！你有没有感受到我在吃？有。再换一次。对。到哦，青年，听话了。去闪光好了。刚闪光对特种造成伤害40哎、欸，你赢了哎、欸。只有我打，只有我在打而已，你们就趴了。什么？我走后面，那要船怎么没下来？有狙击。值。好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、什么？我本来刚想往后退补血，然后它就没了。好慢了、啊，又没了。又没了，哭啊！好柔弱，浪费你。我斗大刀。对啊，很浪费。
哭谁？不缺？哭啊！嗯，没抓到他。哎、欸，哭啊！啊，没挨到一。他杀上去哦，你们右那上面自己注意哦。好的。没有，我刚才就打到残了，所以。他逆着龙过来，死了，这么凶残！死了，虽然只有一点点，没事，又回到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八号头直接回到满，有佛吗？啊！看不到了。没听到死掉声音。哦，好险，差一点。啊，好欢乐哦！姐夫有点难跳上去。那棵树本来就歪成那样。暴风雪的关系啊。他不是暴风雪，他是暴风雨。雨。我拿枪啊，狙击地，站那么远。死光了！那个刺客死了。嗯，死了吧？我丢了他一个 Q。这个闪开闪闪，我伤害真的很差。
是存活能力比较高。等一下，等。哎、欸，没回到血，太慢了。只有我好忙哦，是我错觉吗？哦，暗血了，大家冲哦！哼，直接堵我！啊，快惨了！又来哪里？又来一只吗？对，又来一只。他冲过去下面哦。他想找我。找不到。哦、他会死。哭。死了。没、欸，还没，还没。多少用一下。啊。在哪里？我倒在上面，下面。哎、欸，你快拼啊！你快拼啊！你快拼啊！哦，买到一。哦，艾莉，艾莉，艾莉怎么死了？我说艾莉，你要不换别人玩一次？可以。为什么艾莉会死？没有，我原本想挡起来，结果。有个强化兵在后面，想说可以挡起来复活。他说半张好像伤害很够，很够啊！你说不够还很够？很够，很够啊！他吸血好像蛮强。我刚爆了一颗头，77滴不到满。好凶！又差一点，都剩这两只，就把这两只搞定就差不多了。不知道麦卡利，两鱼两空。找我，造成伤害可恢复，不是造成多少伤害吗？是吧？就我跟死神那样子，只是不知道是七几趴。嗯。我在找马克西米莲的位置，给我几秒钟。马克西米莲在唐莱波提可酿酒厂，我帮你们标出位置了。我也就到我冰起来，他还是想打我。小美的输出略低，不是有战人吗？怎么不见了？他们战人在干嘛？刺客，
跑屁啊！你步兵还会跑哎、欸？会啊。哎、欸，这这次没有那个 GG， 还继续被打掉了。不会再、哦、没有没杀，难道是随机的吗？还是要看我们选什么角色他出、欸？没有吧？那我们多来个几次，是不是可以遇到没有后面没有两只的的机会？那等下三只狙击手哭了。嗯，白痴哦！花兵，他怎么可能被小兵打死？是不是？我怎么滑倒？这个回血，开完大绝了，回了十六滴，感动。狙击。两只狙击都死。我等下机甲叫你们打。我正在提供屏障。我可以提供一次音讯。嗯，没在偷打。我的剑从不失手。哇，刚没看到。我他从艾琳那边，那我就不用 shift 了。我错了，他转弯了。他跑来找你了，我原本以为他要来抓我，因为我想说我残血，那被他抓一下也好。没有、啊，你残血给他抓不好啊，我们后面复活会很久。会吗？对啊，越复活越久。够啊，我目前还没死过啊。不是，是总体来算的，应该算总体的吧，理论上。哦，他来了，来准备。那个，那个他过来了，那个中，哦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要撞过来了，我缺 Q 准备。来一哈大，好可怜。不是被晕就是被逼。喝个血。我看我十八 D 可以回到几滴啊？应该只能回个二十 D 左右。二十 D。七六的一也是二十 D。但锁爆哎、欸！完全不给你机会。啊，很好，多回几只，多回几只，还是可以满的吧？一次二十滴，慢慢来吧。你二十滴，若你有两百滴，你要舍次。我想看，我还有两百五十减一八八，所以我大概再开三只就好，没问题。你真是直接输出标识机耶！要直接输出标识 ，shift， 我觉得你拿来哦，都还是要战，可能还比较好。Shift 拿来救人，对啊 ，Shift 拿来救人啊，卡点救人。
下来了。哇，白痴哦，我走后面哦。哇，等一下，你在这里了。两只，两只，两只，我没办法。哎，你们都火了，那我可以放开了。我刚怎么瞬间回到满血的、啊？现在又回不了。一枪一箭爆头。有啊，有爆头啊。没有满。刚刚刺客在你旁边。哎、欸，强化币。我先拿位置，先拿位置。跟新的一样无缺。不是，我刚刚没晕到他哦。我要往地上砸了。哎呀！差不多了。你应该回来救我，我死。哎、欸，他好像是属于个人的，因为我看看他复活我很快。是哦，只踩一下我就可是我榜一了，刚刚输了。哦，因为我已经死透了。哦，你死透了。也他只是拉我一下，我就已经八分之一了，应该是分开的。好的，这个准定。痛的都是强化币，真的、啊，闪弹下去直接爆开。你知道我那时候躲在那门后嘛？然后他我没注意到门后爆开，就有两只强化兵出来，一枪。他都分析的、欸，痛了。啊，会玩的会玩，这个抛物线最适合玩老公了。来，继续吃。我快吃完了。好。那我也要玩。我觉得你要继续敲美吗？可以啊。换我玩看。我将会少一个控场。小美啊。所以少一个啊，所以少一个麦卡利啊。我是左杰，没事，我们多一个。地麦卡利有空场。给我几秒钟。马克西米连在唐莱布提可酿酒厂，我帮你们标出位置了。哎，买到一，
为什么？哦，现在出来，好的。我想说，原本在车旁边那一群士兵跑去哪了？然后在那边后面，我知道。你守在那边。那只死了吗？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两只都死了，都死了。我操！问你校长。这边步枪对死，哦，你要回血可以用那个，那个像那个什么剑，可以自射那个连射那把，那个回血蛮好，蛮好回。等他过来好了，等他过来好了。他爬上来了，他走右边。随时悠哉，那你等下可以去左下边有一堆步兵给你回血。左下哦，你是说那个隧道那边呢？对对对。给我十几二十分钟蓄伏的时间就好。就这个，这个隧道。这边，等等等等那个烟出来。欸哭啊，我还不能变兵欸，不能推车。要等那个车走过来这里他才会出来。我怕所以我是这样两个人去推。会比较快吗？来了来了，叮。哇塞。等一下直接被击破欸。我没想到他是出在这地方，我以为他出在里面。直接出事。Thank you.
右边，紫色。打狙击兵就在比谁狙击的速度快。哎，不对啊，不是两只吗？怎么来一只？不知道。哎，这次刷新没有？哎呀。我这边有强化兵，我先处理了。哦，刺客，来不及。不是，他都看着脚要抓其他人，给转弯。刺客在哪？我在找。我很抓狂。去了哪？谢谢啊。对啊，快死了！又死了，他死。你们要不要下来？不要聚在一起吧，很危险。我刚刚死在一起的，不是吗？要等第二次。哇！啊，这一只蛇。啊操！好了，这边好了。呜、哦！死在哪？我在救，我在救，我在救，我在救。真的变破好久，他又要爆破了，封闭了，过啦，过了，原来这个柱子就是最后的啦，就是一直到最后。
四星，但死的次数太多了，应该是不死吧？ Yeah. 还有什么狂暴？狂暴是干嘛的？不是说会有范围伤害吗？还有一个范围伤害的、啊，范围伤害就是不能靠近人啊！我靠，会对周围玩家造成伤害。还是我们去玩制裁行动啊！爆头，近附近才可以造成伤害，对敌人造成伤害的时候治疗其他敌人。感觉制裁行动都不好补，不好打哎、欸。要很近才能造成伤害。他说要附近啊，我不知道要多近。我在法拉那 AD 没远。哇，老公没用了。还有这个字。想啊。去哪个汤？好。啊，进去搏斗还同情得力呢。感觉那个同情得力就那个造成伤害会补其他敌人的，他打星星那些的，我干。打小兵星星就补血了，打星星小兵就补血了。无敌屏障。好，我回来了。我比较好奇那个无敌屏障是怎么无敌的？就是屏障打不破吗？就走了，无敌屏障。那有那有屏障的那些，我们岂不是只能绕后打？他应该可以绕吧，因为正面无敌这样子。正面就那个盾牌打不破，可是你可以绕他后面打。应该是。所以你要哪一个？慢慢打打看盾牌。打盾牌。他就选无视屏障，防弹屏障。那能不能我们的屏障也无敌？我不会想太多。嗯。无啊。无敌屏障，所以要考虑，所以说最好是那种可以穿盾的，或是不看盾。莱茵吗？莱茵也可以。这只嘞？这只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消盾，大招是可以消盾。来，这那个一般来讲啊，只是我不知道等玩的时候再看看可不可以消。哎、欸，可以害、欸！你刚刚不行吗？对，我刚刚不行。还是那边不算继续，这边还是繼續。可是不同的那个。可以啊，我可以害啊。对，可是不同、欸欸、不同地图啊。哦。那张地图的不行。那模式不同，应该讲，刚刚是那个啊，刚那个是什么？这。好了，开高。晚上站在这也没用，我只能跟前面那个。对。奇怪，只有一台害的吗？我们不是有四个人，有四台害的吗？啊、他可以不能用四倍数吗？嗯，大大。我不能害。看我。好像卡在一个神奇的地方。那边好像需要回去。做得很好，我标志住下一个防空据点。前方出现新的能量讯号，可能是从未遇过的新。我还看吗？可以、欸、可以直接害掉了、欸、用花时间打他屏障了吗？这好像就是屏障那些被无敌的而已，
可是害还是害得掉。对。是莱哈特就好了，真的。小飞机不能害，那小飞机有什么用？能打而已，不是吗？尴尬。那地图有信息，这张地图有。闭了耶！对啊，侦测到大量的零度小舰部队正朝你们前进。我闪人喽，我来支援你喽！再回来哦。不知道自从哪一次改那个拳王改那个盾量之后，那个就颇难扛伤害。开谁啦？那没有什么。目标运作正常，开始启动程序。不过还要几分钟完成冲突。切割机兵来了，他们一接近目标就会启动切割雷射。没走起来。大智的来了，爆破来了。我们还到，到哎、欸。我、哦、没爆，没爆。有害到，但是没有用。右边哦、欸，死了。你不会动哦，好，好了，直接全部不会动。那个还有那个大弹客吗？炸弹客会爆的那个，等一下吗？
对，就是还有一个吧，他会那个吗？他不会动。放大给他吗？这里有那个切割冰。哦。不是，我刚发觉，我刚刚在垫那个炸弹的时候，超恶心，超恶的那种。他一整坨都可以垫诶。左边切个冰。左边闭诶。切个冰。那样，你们要救人。爆炸来了！你们看我打那个爆炸，超恶那个电。哇，那个壁垒！好。就是盾甲逼的，完了，紫色。哇！画音子，这只不行。嗯。我这只很差。然后那个盾甲又破不了。啊，试试看。伤害是不错的，可是我六点半的时候要洗澡。好啊，可以最后一场啊。嗯，再来，完蛋。其他等小鱼回来再说。全队往国王大道移动。还要害影啊？这是我哪一个？我觉得还好。我觉得慈悲跟莫仪哪个会比较好？慈悲啊。慈悲吗？你的补莫仪的补料没那么，而且他还要蓄力，不然会难养。两弹两。哦，两弹两补，现在看到。对啊。
强化你，痛吧。结果我们是玩那个有没有近战才能造成伤害的模式？哎、欸，玩错模式了，因为我们这组啊，好像是差不多是那应该玩那个才对。我就负责补血就对了。我就有人。我觉得你怎么冲那么前面的？啊，就一路飞过去，就一切都是巧合。左边还有一只，对。你为什么要一直扛伤害？我想说可以帮你绕他后。Hello。量往下掉。切个冰，小狗。右边切个冰，左边切个冰。这切右边伤害可以挡吗？好像可以。对，切个冰我可以用 shift 的挡。你说你 shift 的丢给车吗？不是，我挡在他前面，他还挡在我的盾上。所以你还可以把。你可以丢一个人家，叫别人帮忙挡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把所有要撤出来。来了爆炸兵，那你可以挡爆炸吗？不行吧？你不是应该等他过来再？他也过不来。对啊，他真的过不来、欸。你请问是你们一直把他打掉吗？啊，那个武器推走啊，那个右边的 shift 也是推走。右边爆破来了。
完美控场。左上角有一只。下面有只小小的切割兵，你去补一下他们。左边有一只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别把他赶走。右键后面会出 B 的、欸、，B 来了 ，B 来了，切个兵哦。问刀，问刀那会就出哦。蛋呢？蛋呢？我在。我们在打，我在打。我觉得你们应该暂时还不需要我，因为有 B 级在那边帮你们补血。跑太远了，跑太远了，跑太远了！我弹回来。地雷啊，哭啊！完成了，完成了！好累啊！我选择放弃那个爆炸去复活人。还好，还有50%，还53%应该可以。你刚刚还好，我刚刚41%，我会晕过去了。只可惜我的50%应该差不多了。然后刚刚我就对着那个炸弹，后面呢？推开敲一下再推开。他应该在后面来了。前面扫地机器人，扫地机器人。有切割兵在什么？哇！刚就跑12%了，要去滚。后面？还是前面？对。打不到，切割兵来了，哎，地雷，后面，对，艾莉没到，没，还没有。好、哦，这个过应该就好了。那、他接下来就不需要他了。哎，不好，后面的壁垒阵有没有想过？对耶，我怎么办？尽量吧。
外面这就是不要死的，用磨的。我们举着盾让阿宁射，这样子。我就不贴啊。应该磨得起吧？小心往右边。不要往小右边了哦。来，你冲，你冲，你冲。哎！再冲了，再冲了，等等。我先冲个，我先冲过来。先打右边的，先打右边。这边别打爆了吗？还没啊。还没。都要爆，都要爆，200，100，100，100，100，爆！在爆房子。他们进房子喽，进房间喽。你有点久。我缺盾。后面有个在炸、啊，我死了。我现在没有大啊，我只能一次补一个人哦，所以。妈咪呀！切切，小心有屁嘞！好，我冲啊！我现在冲进去。等我一下哦！哦，他冲过来了！冲过来！追他！还好瑞塔伤害不高，你敢在？他爆了，200！搏！死命搏！200！哎！你怎么上去了？又下来，小哥！阿里，你要不要进来啊？阿里，要。爆了，盾爆了。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、欸，不能走这边，因为后面还有敌人。我觉得你出来点，让我飞进来了。把那个喊话打掉。不要！扫码！不要！没有，已经飞这了。好。真的太贱了吧！还有机器，还有那个电脑很笨。我15秒。你去我15秒。对，你们可以来踩一下呢，又快走，至少把那个秒数重置。5秒。5秒没有，3秒，2秒。
一秒。哎呦哎、欸，你可以走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！哦，这手烂机子。哇，那个手在边，这边卡住了，快笑！这太……没有波顿的力哭啊！没有顿不能摸，摸不到顿。我可以无视顿，但是十秒一次，给我点时间。还是六秒，第二局需要点时间。那还要再一场啊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好啊。所以要一只五十吨的，你都是一摇一摇一直可以穿盾的，或者是足够的输出，我们输出不够力，输出还好吧？我没有远程输出啊，你确定吗？你是说远程没有用啊？远程没用啊，那個、他有盾啊，他有盾啊，不是啊，至少可以先把那只毕业打掉，我们盾是那只毕业的关系，我们才没有复活人啊，毕业打掉我盾可以解决盾硬扛了啊。所以等一下，我们不要走过去左边。对啊，不要。我以为那边有楼梯上去，想问吴缺怎么走掉了啊？怎么啊？我知道为什么。我直接从原路走回去，回不去了。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我这就喊说不行不行，这边不行，这边不能。那我还要 BG 吗？都可啊。我觉得是可以，因为你 BG 打伤害会帮忙附近的人补血。还是露西哦。你们，看你。还剩我们三补，三补补保一个吗？保无缺吗？强化你的送吧，强化。我靠！哎、欸，教主那就不用了吧，看。没有空城啊，我靠！有啊，安娜，安娜，睡觉行啊，睡眠标。啊，请问远程谁打？啊，我知道我可以签什么，我可以签。除了你以外，我们都可以打。有很棒。我觉得你飞太快了，等等后面三个补丝啊。然后等下输出就不够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次？等下就没有人处理那个爆破兵了、嗯。爆破我可以推啊，然后。这个可以撞啊！嗯，六秒。该睡喽。哦哦，何必呢？何必？我刚好回来啊！一个来治疗，一个来掩护。我靠，感觉露西又拉不起来。我没有要拉他们的意思啊。他只要跑得掉，然后想办法来复活我们就好。好，太好了。一击也很难拉哎、欸，刚刚，哎、欸，冲啊！小花自己讲一下，看。刚 BG 我很明显很难拉、欸、右边有盾，
绿兵安安，走啊，再开台。有活动就玩、啊。哎、欸，坦出来啊，坦！帮忙啊！好像我们要去里面，尽量要去里面。好，我们又进回来了，坦啊！哎、欸！好啦，进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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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南边前面有三个洞，我的天哪、啊！讲话你没了啦，还有啦，好了没了。压输出就要不够了。我感受到了。对啊，他怎么会射天空？哦，射你哦！射我啊！我在飞啊！爆破兵！左上角有个有盾的，我觉得两分钟会出币的、欸。出了、啊，干！右边有个盾的，盾子我去打、啊，是我看到队友掉下去打。啊，那左上的那个盾子哦。避雷又来了，那右上那个盾先把他推下来吧。我推过了，他爬上去了，知道吗？你看他跑掉啊！他去，啊，下来下来。包过来了，右边切个兵，要爆破很近吗？我在推，
包包快过来了。右边，右边切个兵。啊！我跟刚刚一样哎。没有，这是多两趴，这是多两趴。不是，那吴炫，你知道我刚好回头看到你，你好像惨了，我一个大惨。结果还是被补关血。我为什么补关血？也没有医吧。后面呢？壁垒应该也在后面。前面切个兵，哎，我去，两半，后面爆破兵，好了，走吧。包括兵来这了，耶、欸！撞开好像也不会炸开哈。哇，天哦！避雷，好嘞！我以为他不会回头，我在冲，他怎么回头了？首先就只要按着就好了。好像以前的那个切割兵好像比较痛的感觉，不知道是不是错的。右边。I believe I can fly。哎、欸，他怎么会飞？干，我太胖了吗？啊，这次不管了，走，我们去上面搞，还是先搞上面，还是先搞下面？等等，先搞上面，先搞上面，那个 B 也比较麻烦。重新打我！到哦，避雷！
如果欧达里面的扎利亚这么硬的话，我愿称他为第一台。每次 BS 刚刚睡了一下。后面应该不会 有人出来吧？那我就站着。来吧，过来一点啊，盖，过来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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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奥利莎过来一点，图瓦不是变，过来一点啊，干。哇，不行！事实证明一件事情，我们缺少一支输出，手不够长了，蓝牙的，不够长啊！缺少一个远程输出是不是？缺少一个。我有伤害了，我要挥多久才可以把一只壁垒挥死啊？哇，这个蛮久的。你强化完之后，我还在回那只达利亚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感谢命运观台。好啦，下午就到这边，晚上草客团再看情况吧，应该也会睡死。好，就这样啦，感谢下午收看喽，大家拜拜。